此次限量的夏季彩妆的话呢，是以南法的度假海洋风情为灵感，所以呢，首先我们模特儿使用的这个五色眼影呢，是我们此次限量的颜色。那可以看到上面呢，除了带有这种金色，然后棕色调颜色之外呢，还特别添加了这个蔚蓝色颜色。那在眼妆的部分的话呢，在上眼皮的地方，我们使用的是金色跟棕色作为晕染，然后在下眼线地方呢，我们加上了蔚蓝色。那这两个颜色的话，其实在眼妆上面还可以呈现出对比的效果，除了可以衬托出亚洲女性的肤色之外，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眼妆看起来更深邃，并且凸显出瞳孔的色调。底妆的部分呢，我们此次使用的是在夏妆所推出的超完美持久亮彩笔，那特别使用的是这干燥玫瑰色调的亮彩笔呢，打在颊彩的部分，那可以打造出呢仿佛晒过阳光之后健康的肤色，然后同时有阳光洒落在肌肤上面的光泽感，除了可以凸显出好气色之外呢，也可以增加轮廓的立体感。